Professor， 那是3Q 总部官庙面吗？别动歪脑筋 ，Mr. Potter。 吃不起这种高级的布雷堡吧？哼！还没找到神秘的魔法石吗？我可等死了！哎呦，主人，你别生气了，正在享用这美味的垂坤柠檬猪肉条，把凝薯变成呱呱园三葵薯条地瓜片。 爆破！奈威，是要打开弹珠汽水的盖子好吗？把鹿莲先炒焦两下，再加入奶油球搅3下，是最好吃的。得来分多扣3分。 地理周日购单。哎，荣恩卫斯理，你找好地理之夜的舞伴了吗？西周他要邀请我去，哎，我还在想要不要答应他。你看，他还送我超好吃的大洋奶油酥饼，哎。这有什么？我也有洋记地瓜酥啊，而且地理周就买得到了。嘿，你们听过地理周的神秘魔法石吗？神秘的魔法石。 在这里，传说中的魔法石一年一度会现身于地理周，唯有兼具智慧与勇气的勇者才能得到。不过这也只是个传说而已。我就知道这只是传说。哎，这鳕鱼酥也太好吃了吧！哎，地理周多买一点啊！主人，我终于找到了神秘的魔法石，就在地理周。快去地理周！ 等你很久了，准备送死啦！怎么办？我快来不及去地州了。